何老先生，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就不要再推辞了。秀妍上下有很多优秀的玉匠，您不妨再找其他人试试如何呢？何老先生，玉雕的事情我们先不谈了。我想向贺老先生请教一个问题：要完成一件好的玉雕作品，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两个条件：一，要有一块上乘的原料；二，要有上乘的雕工。有道理，贺老先生所言极是。关队长，找玉石材料的事就交给你了。是，石光先生，那要看这个人和这个玉有没有缘分。一块好的美玉，如果你跟他没有缘分，那是踏遍铁鞋无觅处；如果你跟这块好玉有缘分的话，那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何兄言之有理。要论何玉最有缘分的人，应该就莫过于何兄了。既然是这样，何老先生就不要再推辞了。好吧，那我就去找一找。我说贺大哥，你看咱都找了一天了，这地界哪像有玉的啊？咱们呢，能不能换个地儿？咱别一棵树上吊死。哎呀，什么事儿别着急啊，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你说那玉要是那么好找，这时光一郎能让我带着你们来找吗？别着急。我说贺大哥呀，你行啊啊！这个我这自卫团的团长啊，是亲自护送你的，你的待遇都赶上皇帝了。这要是找不着，回去跟时光一郎咋交代？我跟你说，这玉是通人性的，你找他，他也找你。这个玉呀，是认善不认恶呀！啊，你啥意思？你就说我是个坏人呗。我说你是坏人了吗？你是坏人呐，关守德啊！我知道，我在秀岩城的百姓里边是个什么物。其实我也知道啊，你贺大哥呀，心眼小，为了个白牡丹呀，跟我这儿过不去。你说为了个戏子，你值当的吗？关守德，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戏子怎么了？戏子他也是有情有义呀。再者说了，人家白牡丹能做你的二太太啊，这就是你八辈祖上你呀就冒青烟了。不管怎么的，那也是你二太太，你怎么能背后说她不好呢？啊，有你这么当男人的吗？你把二太太叫日本人啊，那么祸害，你说你还是个人吗？你说你不白皮那张人皮吗？哼！还有人说白牡丹是勾引日本人。放你妈的屁！你再说一个！我告诉你老爷子，怎么？在整个秀园还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说话。关守德，你要有种，你打死我！来！哎呀，贺大哥，跟你闹着玩呢，当真了。大哥，我跟你说啊，咱们呀，今天晚上回不去。看这天儿，马上就要下雨了，咱们找个避雨地，好不好？二彪。哎，穿上老爷子。哎，滚一边去！滚！
哎呀，我说何兄，你是干啥？你是干啥的？你又捅漏了？有虫子。来呀呀呀！我说老哥，你看，咱俩今天这找了一天了，也够累的，是吧？这雨又下起来了，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今晚咱就别走啊！今儿咱在这忍一宿吧，睡吧。你能睡，我就能睡。这给你，这什么味儿啊？今天早上自己出去了，去哪儿了？忘了。到底去哪儿了？上那边去。你怎么不盯着他呀？我盯着来的。完后来我一想吧，那我要走还伺候你呢，再说太太也没在这儿，是吧？你他妈的滚蛋！爷，在这儿呢，回来了。你们俩瞧的这是哪一出的？这大早上起来你不睡觉，你干嘛去了？这是。哎，我醒了以后啊，我看你睡得挺香，我就没招呼你。哎，先到那边地方找一找。咋的？是找着兔子了，还是找着鸡了？兔子没找着，野鸡也没找着，玉石就更没找着。你说怎么弄啊？昨儿就下了这么一宿大雨，这结果什么都没有。你说咱们这回去跟皇军怎么交代？怎么交代也没办法呀。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他没有怎么办呢？也不能把你和我变成玉石给他们背回去。要不你说怎么着？咱就回去。
回去倒是行啊。老关，日本人要是埋怨下来，你得扛着这事儿，包到我关守德身上。老关，讲讲，走。哎呀，哎呀，哎呀，哎，你个臭小子，你！我让你看看你贺大叔回来了吗？你去了吗？娘，我亲娘发话，我能不去吗？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哎，咱们赶紧上贺家去看看去。哎，你赶紧准备点牛骨头，咱就怀孕了，得熬点汤补补。哎呀，我这亲娘啊，人家贺家那有钱，不缺咱这东西啊。人家是人家，咱们是咱们，快点，赶紧的。好嘞。老爷，嗯，何老太来了。亲家来了。哎，亲家。哎，杏儿咋样啊？我惦记她肚子里的孩子呢。挺好的，你放心吧，我拿她像亲闺女一样，你还不放心吗？放心。哎，亲家，我听说你上山找玉石去了，咋样啊？亲家，这老辈人都说咱们秀妍预先来过，你也听说过吧？听说过。谁见过？没人见过吧？我见着了。你见着玉仙了？哎，他跟你说啥了？他跟我说呀，他这次是受这个玉皇大帝的委派，要把这个玉石王降到尘世，就在咱们秀妍，我都见着了。你是说，咱秀妍有玉石王？哎，就在挖沟。我跟你说呀，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玉石啊，那可真的是称得上玉王啊，高有几十米，宽有十几米啊，一块巨大的五彩玉。这是你喀哧出来的啊？哎呀，这是玉仙呐！就是啊。哎呀，你再看看底下，你再看看底下。我的老天爷！哎呀，这成色太好了！哎呀，我的老天爷呀！那个，你那什么？在那土，把那个盖上，抹，把它抹上。这得抹上啊，这不能让人看出来。这个，对对对，去，拔几棵树来，拔几棵树把它挡上。快去，快去，拔几棵树去，拔几棵树把它都挡上。你刚才说的这都是真的？小的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带几个弟兄，你带他们去瓦沟，咱们到现场看看。关老爷，如果我说的事儿属实，不就那100块钱的羊吗？我一分也不少你。这事儿啊，绝不能让日本人知道，这可是咱中国人的宝贝。那是啊。哎呀，我就想啊，等有一天我们把日本人给赶走了，天下太平了啊，我就静下心来，我就用我这一生所学的雕工啊，我一定要做出一件惊世之作啊。老爷，老爷，不好了。什么事儿？我刚刚看见狗剩领着关大脑袋往瓦沟去了。
别声张啊。出啥事了，青井？二狗子说，关大脑袋知道咱们发现那块玉石了。哟，这可怎么办呀？我得赶紧带个警察过去看看，千万不能叫关大脑袋把这块玉王找到。哎，青井，这事儿你交给我好了，我有办法把他们接住。真的找到那块玉石的话，你答应我那个事儿，你得办。行了，你小子求磨叽什么你？我关大脑袋说到做到。关团长，你慢点啊！我说那个地方就在那。什么地儿开枪？我看看去。是你打死了狗剩？那枪应该先打你。好。你打死了狗日，那找玉石王的事儿，这他妈由你来代替了。呸！做梦去吧！大英，你信不信，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蹭破点皮儿，你小子可真够狠的，一个人敢干这么大事儿。师弟哥，你咋来了？我们哥几个上瓦沟弄粮食，听这边枪响就过来了，幸亏过来了，要不然你命没了。我又欠你一条命。真是条汉子，来，我也不行。哎，王明爷撕着你了。给擦了，快！行！玉石王，我找到玉石王了！啊，我找到玉石王了！哎呀，恭喜爷，恭喜爷，找着玉石王了！哎呦，这大块干的都是，这大块干的都是！哎呦！爷不笨，爷不笨呐！哎，师弟哥，玩枪呢？这枪太棒了！要早有这家伙，关大脑袋跑不了。腿上伤怎么样了？没问题，你看，死不了。还是小心点啊！我呀，托人下山给咱娘带了个信儿，就说你在山上挺好的，没事儿。十七哥，我想了，这家呀，我是回不去了。前一阵儿娘说虎哥的时候，我还跟他说呢，那天你亲儿子也当土匪去，看来啊，如愿了。好，这回清凉山上又多了条汉子，葛大清。哎呦！你看，这就是这块玉石王。很好，万桑，我要记你大功一件，我要把它献给天皇陛下，
献给我们大日本帝国。渡边先生，石光军，听说你们找到了一块玉狮王的好消息，满铁高层非常的高兴，我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了给皇宫。多谢渡边先生的举荐，请。回来吧。哎，牡丹呢？我是你老妈子，我还给你看人，你自己没长腿啊？你自己找去呗。你看，你看，你看。牡丹，啊，你喝酒呢？这两天你看你这累的，脑袋。你有事儿就说事儿吧。嗨，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渡边先生吧，又从满铁总部回来了。他还说他还就喜欢看你的戏。他想今天晚上呢，让你给他再唱一出堂会。我没趁这茬儿。你说上次闹这么一出，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了。我去。这么快就答应了？我不答应，你有办法吗？是啊，那这样，那我马上给他回个火啊。什么事？您好，请问葛小秀在吗？啊，她不在。她去哪儿了？回家了。回家了？啊，怀孕了，得保胎。老师，那谢谢您。肯定是为了天皇的生日礼物来的。渡边是什么人？啊，二叔，渡边是满铁株式会社的副社长，是个特务头子。这个渡边恶贯满盈，双手沾满了我们中国人的鲜血。他是掠夺我们东北资源的始作俑者。这个老特务既然来了，就不让他回去，想办法把他除掉。想刺杀渡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他到了什么地方，都很有可能是戒备森严的，很难下手。葛大娘，哎，是你呀？那个，秀在家吗？啊，在，在屋呢。好，快上屋。来，白太太，咱进屋说。秀儿，上次
说好的，我买你点炸药，今天我来取来了。这么着急？你这也太突然了吧！哎，着急是着急了点儿。钱你拿着。哎呀，白太太，这不是钱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没有。那怎么行呢？咱俩说好的买卖呀！秀儿，我着急呀，你赶紧去给我取来。白太太，你说你这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现在也没有啊。别的废话你也别说了，我今天必须拿到炸药。今天肯定是不行了。你不行也得行啊，我着急呀。你着急也没用啊，我现在没有。秀儿，我今天真的着急，我今天必须拿到炸药。算我求求你，你就帮帮我吧，我求你了。白太太，这样吧，你跟我过来。好，好。秀，这是怎么回事啊？牡丹，你不是要买炸药吗？你管他们要吧。白夫人，你要炸药干什么？我干什么？和你有关系吗？大家都很清楚，这炸药不仅能炸山开矿，还能要了人的命。你到底要干什么？白夫人，这几天你一直张罗着买炸药，恕我直言啊，你的很多事情我们大家都很了解。我猜你买炸药要么就对付日本人，要么就是下去报仇。我们兄弟们是不是能帮你？你们也要对付日本人吗？每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民族被铁蹄践踏而无动于衷呢？你信得过我们吗？嗯。那我问你，你买炸药干什么？我要炸死渡边。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可是我们现在遇到困难，渡边躲在日本守备队的兵营里不敢出来，那里戒备森严，我们接触不到的。我倒有一个好办法。什么办法？我要演出，渡边肯定会来看的。他只要到了剧场，我觉着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哎，这还真是一个好机会。白夫人也在，满铁副社长渡边已经到了秀妍，今天晚上要请白夫人唱堂会，我觉着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等小鬼子重要人物都到齐了，我们就给他来个引勺会。我带着青兰山的兄弟们，扮成戏班的人，跟着白夫人混到剧场里，所有的枪支弹药炸药全埋伏在道具箱里，也混进剧场。而当家带两个兄弟，我把枪弹药全藏箱里。我们趁戏一开，制造个混乱，就引爆炸药，给他们来个连锅端。自卫团这边由我和怀吉负责，把外边的敌人全部消灭掉。杀死渡边的任务
就交给我吧。白太太，我是最容易接近渡边的人，而且演出一结束，渡边肯定会过来纠缠我，这是杀死他最好的时机。这也是一种办法。屈辱的日子终于过到头。找你们算账！不好，有情况！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听明白了，今天晚上按计划行事。二表，你也信佛呀？啊，我就是到这儿烧个香、磕个头，看我啥时候能当官。呀，二位团座也在这儿？我来为你求个平安。佛祖说了，你坏事儿干的太多了，把你拉出去毙了，救活了，再拉出去毙了。来回30次都不一定够。我说二饼，不会是官大脑子要派你来监视我的吧？八大叔，咱别这么说，我就是随便溜达溜达，要是没啥事儿的话，我先走了。黄一郎派人送来戏票，请您今天晚上去看戏。老爷，我都听说了，是那个日本人叫渡边的又来到秀妍了，嗯，专门点那个白牡丹的戏。白牡丹的戏还真是有功夫啊。老爷，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就去看吧。不去。为啥呀？不为啥，不去。老爷，你不愿意去就让别人去吧。不许去。哎呀，再有才华的人，再好的人，都让这个世道给毁了。二位爷，辛苦了啊！哎，戏马上就开了，今儿可是明点儿啊！你们俩呀，赶紧去看去吧。
么说你们也真是够辛苦啊！是，也挣不了多少钱。白老板，这是您的茶。炸弹已经成功的放在汽车上了，只要渡边上车，一定送他上西天。尽量在演出的过程中，不要发生什么意外。如果在这儿发生混乱的话，会殃及无辜的。演出结束以后，我们会安全的让你转移。你记住，千万不要让渡边缠住你。祝你演出成功。脑袋？啊？我在这儿呢，找我有事儿啊？没事，我就是看看你。这天天看的，还看不够啊？哎，这是舞台重地，戏班有戏班的规矩，你赶快出去吧。得，这老婆都发话了，那我走了，小心点啊。嗯。说的是千玺无话，把他托付给你，我也就能闭上眼睛了。老爷，你来干什么？不就是去唱戏吗？我去就是了。Thank you.
五七白牡丹，生于乱世，长于离怨。舞台之上何其光鲜，生活之中屡遭摧残，慷慨赴死，动地感天。爱之怨之，唯于自问；悔之欲之，君已无言。莫嫌此地清冷，来日舞伴君。铁嘴儿，白牡丹的事想必你也知道了。他一生坎坷，一代名伶，最后又和日本人同归于尽，那也堪称是英烈女子。是啊，今日有一事相求，你看能不能把他的事儿变成书，说给大家听啊？好啊，我正琢磨这事儿呢。行，需要多少钱我出。钱不是大事儿。白牡丹是你的三姨太，又是关大脑袋二姨太，就这事儿，我是编进去啊，是不编进去啊？可以编进去。白牡丹嫁给我和嫁给关大脑袋，那完全是两回事。编进去。那是那是。这个您收下。时光老弟，渡边之死我们俩受处分，我心里不服。那天晚上他要不去看戏，就不会有这样结果。哎呀，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他如此迷恋白牡丹？可是我没有想到白牡丹会与他同归于尽。报告将军，昨天一场大雨之后，瓦沟的大雨石不见了。这怎么可能？确实不见了。自从我们发现了玉石王之后，我就派人天天看守。可是忽然他们今天跑过来告诉我说，玉石王不见了。我去看看。石流，山体滑坡，天意啊！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天意不可违”。不过这块玉石早晚还是属于我的。那天皇陛下的生日礼物怎么办？再找。为祝贺日本天皇之寿诞，大日本皇军决定在秀岩民间收集最好之美玉，为天皇雕琢生日礼物。有发现美玉并进献者将有重赏。秀岩县环卫治安维持会。现在这个社会治安有点乱，听见没有？听见了。你们站岗的时候都得给我精神着点啊，楼上楼下过往的人都得给我拎着点，听见没有？慢点儿，关队长，关队长，谁呀？哎，关叔，我。你干嘛来了？找你有点事儿啊。上来吧。哎。来，走。哎。我刚才在城门洞子那儿看见咱这贴出告示来了，说日本人要找好月，凡是提供消息的还有重赏，是怎么回事啊？那时光先生说的，那还假得了？那对了，我还听说您带人上山上找好玉石去了。嗨，别提这个大玉石，玉石倒是找着了，可是呢，遇到了泥石流滑坡，没了，空欢喜一场。关叔，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那苏子河里边就有好玉石，您还费劲巴拉的跑山上找什么玉石去？你老这么说，
那得看见真东西了才行啊。不行，不行，咱就再雇点人，再去捞去呗。那那块玉石到底在苏子河的什么位置啊？你还有没有印象？您说，这准确的地方我是真说不出来啊。这玉石是葛老太太带着人弄的呀。啊，您弄葛老太太不就结了吗？别提这葛老太太，现在一提她我就闹心。我说叔，您瞧，日本人要好玉石，您闹什么心呢？啊，您就跟日本人说，让他们找葛老太太，让葛老太太亲自带他们去捞就不得了吗？嗯，这倒是个办法。我们找到了一块上等老玉，在哪里找到的？苏子河底。苏子河底，你是怎么发现的？是这样，太君，当初葛老太一家找到了一块上等老玉，结果他们就把它藏到了水底。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苏子河畔还有其他人，葛老太一家埋玉的过程就被别人看着了。老何啊，忙啥呢？大队，你有话就直说，不用跟我绕圈子。奉皇军的命令，寻找上等美玉。大队，我们葛家的玉矿都归了日本人了，你找美玉找到我家来了，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吧？咱们整个秀岩所有的玉石都归了皇军了，我听说啊。当年你们家可找了一块上等的美玉，老嫂子，可有这事儿？哪儿那么好的事儿啊！我要有那么好的玉石，我还在这儿受穷？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大家都是明白人，我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今天也不可能亲自来登你们葛家的门。你还是把那块玉石交出来吧。我家就这么大，你随便翻，翻出来你拿走。老嫂子，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那块玉石里藏哪儿去了吗？我听说当年你把那块玉石沉入苏子河底王不停的时候，可是有人亲眼见的。那肯定是看错了，压根儿就没这八宗事儿。你要这么说呀，那我可就如实的跟皇军说了。皇军的手段你也不是没领教，还有你儿子葛大清竟敢袭击本团长，阻挠日本人找玉，就凭这就可以判他死罪。姓关的，你不要在这栽赃陷害！我告诉你，我一个孤老婆子啥都不怕。那好，皇军让我转告你，明天必须带我们去苏子河找那块老玉。爹，爹，我刚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赶紧趁热乎喝了吧。放那儿吧。爹，你说你这不吃不喝的，你不为自个儿想，也得为咱这个家想想啊。来，秀。娘，我想了想，你每天一个人在家挺寂寞的，我打算啊，从今天开始，我就回家来陪你住些日子。哎呀，傻丫头，娘还没到走不动、扛不动的份上，你不用担心娘。娘，满哥现在又不在家，我能不担心你吗？秀啊，以后娘不能老在你身边了，凡事不能太任性，要学会忍耐，有事儿多跟诗琪商量啊。娘，
你这是怎么了？贺家是个大户人家，人多事儿也多，你要学会尽儿媳妇的本分。你放心吧，娘，我知道。这现在呀，贺家对我挺好的，老爷子对我跟亲闺女一样。之前二太太找茬，现在也改了不少，他还每天让厨房给我做好吃的呢。这样娘就放心了。世奇是有大志的人，你要多支持他。我知道娘，你放心吧。时候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娘，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从今天开始，我就在家陪你了。哎呀，你现在有身孕，不能老往娘家跑，一旦动胎气就不好了。我哪有那么娇贵呀？实在要陪，你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好吧，你说的啊，明天你可不许再撵我走了。嗯，那我先走了。去吧，你也早点休息吧。哎，老爷，不好了，出事了！我刚才看见关大脑袋还有日本人把葛老太太带走了。带几个人？是。老爷，你小心着点啊！哟，秀儿，怎么了，秀儿？哎呀，娘，我肚子好疼。啊？哎呀，快快，先扶回房间，然后去请大夫。
德老夫人，你好啊。这是干啥呀？啊，这么大阵势。德老夫人，只要你交出那块玉，我就放了你。你说话算数？当然。那好，我想知道，你们怎么知道我把这玉石扔到这河里了？把石来带上来。把石来给我带上来。石来，你告诉他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我他妈什么我？有话就说。葛老太太，我是那天跳完八股绳从这路过，看见你们把那块玉石扔在这河里头的。我明白了。葛老夫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把那么好的一块玉扔到河里呢？你呀，真是笨到家了，这你还不明白？这么好的东西，不就是怕落到你们日本人手里吗？那好，那我就要麻烦老夫人帮我把它找回来。找回来？记不清在哪儿了。哎，老嫂子，没关系，我们今天啊准备了一条打捞船，一会儿您呢就上船，然后您在船上您就看，您确定哪个位置是啊，您就言语说，有人专门下去捞。你想的真周到啊，关团长。哎，一会儿你跟我一块上船去打捞吧。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算了，我不会水，我一个船。哎，请。小鬼子，快看！谁让你开的枪？我要活的。石光君，这白牡丹和葛老太太我是非常佩服，如果中国人都像他们这样，我们是无法征服的。是啊，没想到这个白牡丹死得如此壮烈，这个葛老太太死得又如此从容。如果没有关大脑袋这种人，我们在中国恐怕只有无功而返了。徐光君，这葛老太太一死，我们找不到水下那个玉石，现在该怎么办？我已经命令关大脑袋继续寻找。老爷，田先生来了。怎么样，少奶奶因为伤势过度，动得太气了，静养几天就会好的。我给她开了几味保胎的药，让她服下即可。哦，那谢谢您啊。没什么事儿，我就告退了。您慢走。好。一个好好的家，转眼间就是没了娘，找不着。
太君，二位太君，我们又找到了一块上等的老玉，赶快搬上来。是从哪里找来的，太君？这还是我那会儿在细沟造假和睦玉的时候，偶然发现那儿藏有好玉，所以这次我就凭着印象，带着关团长到那儿去找了找。托太君的福，还就真给找着了。很好，二位太君，您看看这个材质，绝世美玉啊！我敢说，绝不亚于王不停水底下的那一块。能找到这块好玉，时来功不可没呀。时来，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真正的朋友。哎，应该的，应该的。石光太君，时来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我想，给天皇做的玉卷，是否由时来亲自雕？请二位太君放心，我一定做好礼物，让天皇他老人家满意。这怎么？我们要商量商量。给您报仇。这帮狗日的，我今天和他们拼了！我老爸，马屁虎，你要干什么？我今天和他们拼了！我冷静点，我冷静得了吗？今天要是不给我干娘报仇，我八比我还算个人吗？我马屁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这样的话会把命搭里边的，我不管。今天我不报全仇，我誓不为言。你给我站开，虎哥，站开，虎哥，站开，八比虎，你想死是吧？华西，你让他去死去。葛大娘刚刚去世，他在天之灵，愿意看着你这么眼睁睁送命吗？他的心里会好受吗？每天有多少中国人死在日本人的手下？难道我们都不心痛吗？难道我们都无动于衷吗？这笔仇要报，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要团结。你现在不是大当家的了，你明不明白？胡哥，你还是听我大哥的吧。大当家的，我知道你想抗日，我也一直想跟你谈谈。你愿不愿意加入邓铁梅的队伍？那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不瞒你说，石七，我对邓司令也是仰慕已久。我八比虎有心加入义勇军，可惜我八比虎是个土匪，人家那么大的正规军，能接纳我吗？当然能了，只要抗日，大家都是一家人。我跟邓司令不止一次提起你，我们欢迎你，就等你大当家一句话了。那好，石七，你尽快帮我联系一下邓司令，我想跟他见个面。Thank you.
秀儿，别难过，要保重身体啊。你说我怎么那么笨？我娘那天跟我说了那么多的话，为什么我就听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我坚持留下来不走，娘就不会离开我。是我太傻，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娘。你放心，你娘不会白死，我会替她报仇，我要告慰她的在天之灵。娘还跟我说，凡事多支持你，让我学会忍耐。还要我在家好好的相夫教子，照顾好咱爹。秀儿，不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十七，你在山上怎么样？挺好，我们兄弟们处得很好。现在怀七和八匹虎已经进入自卫团，随时准备策反。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准备打日本鬼子一下，全体投靠义勇军。那就好，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这小日本的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听说他们还要上山剿匪。我可不希望你再出点啥事。秀，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你也多保重。你记住，我给你的那本玉谱，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你放心吧，我会保管好的。太君，您找我。啊，关嫂，来，请坐。来来来，请。哎呀，关嫂，最近好吗？哎呀，挺好的。太君，您找我来，是不是为了给天皇做寿礼的事儿？关嫂真是聪明人，不知关嫂对此事有何看法？石光先生，记得上次和您谈过此事。在咱们秀岩城里，要说德高望重、技艺超群，的确非贺国勇莫属。但这个人心怀叵测，我担心他不玩活计，耽误了天皇的大事。那关嫂的意思呢？石光先生，还是我上次跟您说过的石来，这个人的雕刻技术在咱们秀岩城也是数一数二的，不在贺国勇之下。石来他只是一个毛头小子，他怎么能和贺国勇相比？论名气论辈分他不如贺国勇大，但是要论雕刻技艺他肯定不在贺国勇之下。
更主要的是，他对咱们大日本皇军忠心耿耿。这个活计如果要交给他，他绝不像贺国颖那样的敷衍我，而是竭尽全力把它做好。有道理，但就目前来看，贺国颖和石来各有千秋。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让他们来一场比赛。时光先生的意思是让他们比武打擂。没错，只有这样才会公平。这个雕刻艺术如何比武打擂？它不像比武啊，能直接分高下。这是你的看法，我的看法就不一样。我想让贺国勇和石来拿住他们各自的设计图，经我们最后研究决定谁的设计方案高明，我们最后就让谁来做这个生日礼物。石官太君高啊，高高。那好，我们就这么决定。喝喝喝，就知道喝。石来呀，你知不知道外边人现在怎么说你呢？那都说葛老太太死与你有关系。葛老太太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我把葛老太太推河里去的。那外面还都怎么说我了？还能怎么说你啊？说你忘恩负义。佩奇，佩奇，你是我媳妇儿，外面人说什么你都信的。史莱，我问你，人活一辈子，他图什么呀？不就图一张脸吗？咱不能让别人再嚼咱们舌头根子了。脸，我石来这么多年了，我连我信儿都是刚找着，我还要这脸干嘛啊？我就不要这个脸了。我看看外面人，哎，我不要脸了，他还说我什么？出来，哟，关叔来了。哎，来，您来的正好。来，关叔，关叔，来，我给您倒上啊。来，文叔，来着。哎，对了，关叔，现在日本人那边怎么着了啊？这时光他土没土口，这玉活让我干呢。哎，看来时光对你还是不放心。这不是我刚才出来的时候跟我说，让你和贺国勇打擂，和我爹打擂，这怎么能行呢？不是，关叔啊，我跟贺国勇，我们再有什么梁子，那贺国勇好歹也是我师傅，对不对？他现在又是我老丈人，让我跟我老丈人打擂，这日本人他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啊？他这是？你怕他了？我可不是怕他。你看看能不能，你就跟时光商量商量。这贺国勇现在都这把岁数了，他眼神也不好使了，这手里头也没我利落了。要想雕刻出好的玉件来，还得看我们年轻人，看我石来的。这就对了嘛。要怎么说呀？打擂就打擂，就要让他们看看那国权又回来了。这可是决定的好时机。战胜贺国勇。哎，我可不是那意思啊。扬名秀彦者，哎呦，要不还有一招，就是你跟佩奇回家去，说服你老丈人让他把这活让给你。回去？嗯。关叔，您不知道啊，我当着贺家那俩小子，我把话可说得满满的，我石来绝不踏进贺家大门半步，我还怎么有脸回去？我这，你让佩奇出面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只要能说服贺国勇，你就赢了。行，
哟，妞妞来了，快来快来快来来来！玉琪来了，娘来，来快坐坐，娘给妈妈拿点东西过来。娘，爹，你看这些日子我跟石来就顾着忙咱们店里的事儿了。哎，你们自己立门户了，那生意经营的怎么样啊？什么生意不生意的，就是开了一小店儿，卖不出去什么大件儿，勉强糊口吧。妞妞，跟老婆去。哎呀，来，上来啊。嗯，我听说你最近接了一件大活。爹，您瞧您这话说的，我哪能接着什么大活？不是日本人要把给日本天皇送礼物那个玉件的活要交给你来雕吗？您甭听他们外边瞎咧咧，没有的事儿。不过我倒是听说这给日本天皇雕刻生日礼物这事儿，日本人找您老亲自动刀了。啊，日本人找过我，我不干。老爹，我们今天来呢，其实也就为了这事儿。嗯。哦，那个老爷，你们谈着啊。妞妞，走，跟姥姥出去玩去。啊，等你乖啊。嗯。爹，这事儿你要真不想干，你能不能让给石来干呀？说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件活？这还用说吗？石来现在要名没名，要钱没钱，他要真把天皇这个生日礼物的活给接下来做好了，那他在咱们秀元县就能出大名了，这样日子也能好过一点。你给日本人做这件事情，你不怕中国人背后骂你啊？爹，现在的事都是，我要是给日本人干活，中国人骂我可能骂不死我，我要是不干这活，我这一家三口就可能饿死了。你现在是张口日本人，闭口日本人，你现在对日本人怎么这么亲呢？是，您说的没错。可我要不给日本人干活，我的下场就跟葛老太太一样。你也配跟葛老太太比呀？啊？葛老太太那是个英雄，你是个什么？对，爹，您说的没错，我什么玩意儿都不是，就因为是这样，所以我才要给日本人干活。一来，我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二来，我给日本人干活，得到日本人的赏识，我就能光宗耀祖，给我们那家重振雄风。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不都是您说的吗？你现在都快变成日本人的一条狗了，你知道吗？没错，您说的没错，我就是一条狗。可这话说回来了，爹，这事儿要是换作您，日本人让您干活，您敢不干吗？好，说的太好了，石来。本来我就不想接这个活，但是你这么一说，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这个活我要做。爹，您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您什么事儿没经历过，什么荣誉没得过，您要钱有钱，要名有名，可石来他不一样啊，他还年轻，他有好多路要走，他需要这次机会，您就不能把这次机会让给他吗？要是换了别人我就会让，他我就不让。爹，他是您姑爷子，您这么折磨他，你有意思吗？你看看他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啊！他投靠日本人，把关大脑袋叫爹，你知道吗？你葛大娘怎么死的？你问问他。对，您说的都对，可现在世道变了，天下是日本人的天下。别说现在我石来，我给日本人雕刻玉活，就是我真的投靠日本人，又能怎么样？屁话！
你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你不是中国人吗？我告诉你，石来，这个活我干，这个累我跟你打定了。你小子要是有尿性，你就把我打下去，滚蛋！石来，你还在这站着干什么呀？你没看出来我爹什么意思呀？你走吧，走吧。怎么来了？我来检查你的工作。快请。妹子，不错呀！我刚一进院门，还以为回到了日本。听着这朗朗的读书声，我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啊！谢谢哥哥夸奖。哥，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呢？我想我的妹妹了，过来看看不行吗？怎么样，你这个校长当得如何呀？嗯，非常好，我真是喜欢上了校长这个位置，可以当着这么多人面前发号施令。看来，治愈情感缺失最好的办法是权力。哥，实习有消息吗？他不是已经上山当土匪了吗？我原本以为他是暂时的，没想到竟然会坚持到现在。是啊，我也没想到。哥，有诗琪的消息吗？他不是已经上山当土匪了吗？我原本以为他是暂时的，没想到他竟然坚持到现在。是啊，我也没想到，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高材生竟然上山当了土匪，真是不可思议啊。他是不会甘心当土匪的。哼哼。哦，对了，昨天满铁高层的人又来到秀野，又向我提起那本玉浦下册的事情，可是我至今没有下落。哥，玉浦的事我有责任。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不要再内疚了，我也没有要怪你的意思。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哥，你帮我分析一下，你说这本玉谱现在究竟会在谁的手里？嗯，贺家我们已经搜查过了，几乎是挖地三尺，不可能在贺家。贺诗琪被土匪劫走，上山当了土匪，即便是在他手里，估计早已被转移了。转移？葛小秀是诗琪的妻子，你说玉浦会不会在他那里？葛小秀，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们抓的土匪里面有没有认识诗琪的？听吉野君说，昨天刚抓了一个，叫赵四，你问这个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石兰，你还真要跟我爹打擂啊？哎，这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这累啊，看来是非打不可了。你说我爹也真是的，都这么大岁数了，还那么争强好胜，连自己姑爷子都不让。哎，佩奇，正好你来了，你看看我画的这怎么样？啊？怎么样？
我就寻思啊，拿那块玉雕一个金鸡报晓，就这个怎么样？金鸡报晓？哎，为什么雕这个呀？你想啊，那日本人旗子上是什么呀？日本人旗子上是一大太阳，对不对？这太阳一出来，那就叫破晓。咱这大公鸡就得出来给人家打鸣儿。我弄这个，日本人看了肯定高兴啊，对不对？这个主意倒挺好的。我也不知道我爹的想法是什么。那谁知道啊？倒也是。石兰，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爹手下那么多伙计，你现在就一个人，也没人帮你。什么事儿啊？石来啊，今儿不年不节的，你干嘛请我们啊？哎呀，这原来咱们这在府里面关系都不错，哈，我把你们找来呢，是有个事儿。现在日本人呢，想让我给日本天皇雕刻生日礼物，我就寻思吧，这活我一个人干也是干，咱们一块儿干的也是干，这有钱得一块儿挣啊，对不对？那贺老爷能让咱们去呢吗？你瞧你这话说的啊，你们在贺府上干活，那是他花钱雇你们，你们又没卖给他，对不对？我找你们干活，我也得给你们工钱。啊！再者说了，现在这天下是日本人的天下，咱们给日本人干活，谁敢得罪日本人？这倒也是。哎，再有呢，我再给你们套点分儿。等我把给日本天皇雕刻生日礼物这活做完了，我石来雕刻的玉活就摆在日本天皇的皇宫里边，那我就出了大名。你们要是跟我一块干，那你们也就都出大名了。到那个时候，我这活可就多了。我准备开个玉雕厂，把你们都给找来。我敢保证，我这儿给你们的工钱是在贺府的一倍。石来他真是这么说的？小的不敢说谎。石来说将来要开一个大的玉雕厂，让我们都过去跟他干。这个小混蛋。那伙计们都啥想法呀？伙计们都觉得石来在吹牛，这么多年了，老爷待我们都不薄，咱们谁也不会跟石来走。算你们有心，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呢，就要及时来报告。放心吧，二太太，小的心里有数，知道哪头轻哪头重。好，下去吧。哎，你说石来这个白眼狼啊，这还跑到老丈人家挖墙角来了。爹，您这又研究什么呢？我设计了两个方案，你帮我参谋参谋，哪个好？你喜欢哪个？美女献寿好啊。侍女献寿。侍女的，我没说她是男的。哎呀，你说你怎么一点艺术细胞都没有呢？啊？要是你哥在就好了，还能帮我拿得出去。那你问我干啥呀？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喜欢哪个？你喜欢哪个？哪个肯定就不行。爹，我大哥又没学过玉雕，他能说出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来啊？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飞入草丛全不见。乾隆爷的诗你还记着啊？记着，您教我的吗？爹，那我问你，您说这个九龙转日，那为啥比这个美女侍女献寿好？你看啊，你从表面上来看，这九条龙是围着这个太阳转。可是你往深里想一下，实际上它是这九条龙想把这个太阳吞掉。
明白了吗？爹，您这不光有细胞啊，您还有思想，您跟古人有一拼。哪个古人？孔子啊。我还老子呢。对呀，您是老子，我是儿子吗？你就是正经的。把什么逗你开心嘛。但是我听说这个九龙转世雕起来挺难的。嗯，就这句话你还说对了。我跟你说啊，咱们老贺家雕工最好的就是你三叔，这个人家送他一个外号叫贺三刀。什么叫高手啊？三刀下去就能见分晓，就能见高低。有一次你三叔刻这个九龙转日，一不小心把这个龙纹身上的乳钉刻掉了，你三叔就投河自尽了。我三叔傻呀，他刻掉了，他粘上不就完了吗？你懂什么？手艺人看的手艺比命还重要。所以你爷爷就说，从此以后咱们老贺家再也不雕这九龙转日了。这一晃都几十年了。爹，那您雕这个九龙转日有多大的把握呀？不知道。我感觉这件九龙转日是很好的，充分展示了中国玉器雕刻的功力，看上去玉美感呢。九龙转日，这件九龙转日技高一筹啊。我个人对这个九龙转日也有所偏好。九龙代表着中国的华夏九州，日代表着我们日本。九龙转日，也就是说，中国围着我们日本转，这个寓意非常好。好了，时光君，既然是这样，那就用这件九龙转日这个设计方案。时光，那本玉谱的下册，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搞到？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这件事，如果再这样拖下去，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啊，明白？贺国勇的九龙转日，不是你的设计，他就不用呗。我看这样倒挺好的，那以后还不一定有什么麻烦呢。别哭了，我是来呀，就没这个命了。真好，没想到老爷子宝刀不老，出手不凡。我爹的设计啊，还真让日本人选上。哎呀，你爹以前呢，就是想跟施莱置气，没想到啊，这日本人还真让你爹给做这个生日礼物。爹，你这打了个胜仗，咋还不高兴呢？如果你不愿意做，那你就说自己病了。病一天两天可以，那日子久了肯定不行啊。实在不行，那就做了，也不白做。我一个中国玉匠，给日本天皇做生日礼物，那像什么话？要不这样吧，老爷，那个石来他不是愿意做吗？你干脆就把那个设计交给他，让他去做不就得了？屁话。别烦我。我说贺老爷，可喜可贺呀，听说您又接一大活。什
什么事儿啊？你云里雾里的。不是说那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由你来完成吗？啊，是是。这回你贺国勇在日本人面前可是打了腰提了气了，他们一定会高看你一眼喽。你什么意思你？没啥意思，贺老爷，千万别误会啊！就是就是，说着玩呗，可别当真哦。真是心刺激！出去！出去！小宗，哎，老爷，把电烟盒子拿过来。是。啥意思啊？啊！刚才在那大街上，那裘掌柜跟李掌柜说的那话，连挖苦带打击的，啥意思啊？我想明白了，这点意思你还不明白吗？不是嫉妒就是羡慕。我怎么就看不明白你了啊？自打你接了那个日本什么生日礼物，你怎么就是见人矮三分了？那走路说话咋都不仗义了呢？啊啊！还有那石来，你说那石来愿意干，你就让他干呗。啊，他再怎么说他也是咱的干儿子呀。你这么大岁数，你跟他较什么劲呢？啊，人干什么事儿啊都有个图形，你图啥呀？图钱？图利？图名声？我怎么就看不明白你了呢？是，就打有那么一天啊，你把那生日礼物给他做成了，在日本人那里出了名了，那怎么的？你知不知道中国人咋看你呀？啊，这秀元县城的人咋看你呀？啊，那我娘家人咋看你呀？我咋看你呀？你说我是说你是汉奸呐、卖国贼，还说你是走狗？你过来，啊！我告诉你怎么看我。赵四，是，交给你个任务，把这个交给葛小秀。办好了有赏，办不好，杀了你全家。我一定办好，我一定办，我一定办，我一定，我一定办，一定办。去吧。小四，啥事儿啊？我刚从清凉山上下来，师奇托我捎点东西给你。秀儿，你好，刚刚得到可靠消息，日本人准备对你和你们家进行搜查，为安全起见，请把玉谱交给赵四，让他带到山上来。贺世奇。
赵四儿，哎，世奇到底是怎么跟你交代的？他也没说什么，就说让我把东西交给你，他说你知道的。那他自己咋没来？现在风声太紧，他下山太危险了。那好，那你跟我走一趟。好。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好。赵四，这个东西你可一定要交到世奇手里。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小秀，这还要谢谢你。要不是你，这本玉谱不会重新回到我手上的。谢谢了。爹，你说我怎么那么糊涂啊？就轻信那个赵四说的话，把玉谱交给他。我回头怎么跟世奇交代呀？行了，你也别太难过啊。这玉谱没了，孩子在什么一个闪失？回去歇着吧。那我先走了，爹。非常了不起，我很佩服。哥，我说过，从我手里拿走的，我一定会亲手拿回来。我的梅子，真是了不起！我们要尽快把她带回日本去。你说的容易，那还能怎么样？你这么瞎寻思，你别再寻思出病了。现在是整个秀岩城都知道我跟你爹打擂打输了，啊！我的图纸
日本人直接就给否了。那有什么呀？你又没输给别人，你不输给你自己老丈人了吗？佩奇啊，你说我时来，啊，我怎么就一辈子都琢磨不明白这个贺国勇呢？啊，你说他这么大岁数了，他要什么他都有了，他干嘛还跟我石来争呢？石来啊，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我爹从前对你多好啊，那对你比对他那俩亲儿子都亲。今天到这样，都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的。我寻思，我寻思个屁！我寻思，我石来哪做错了？啊！我跳槽了，我单挑了，我搬出来另过了，我错了吗？我不都是为你，为这个家吗？你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能跟关大脑袋混到一起啊！那关大脑袋表面上是帮你，那实际上呢，那都是坑你害你呢。行了，你现在也别想别的。你就好好想一想，怎么跟老爷子把这关系缓和一下。缓和？我也想明白了，也没啥好缓和的，我就当我这老丈人没了。你说什么呢，石来？我爹从前对你那么好，你现在咒他死？你爹他死了吗？我爹就是死了。我爹怎么死的？我爹是为你爹死的。妹子，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玉石的矿藏非常丰富。没错，我们要把这边。所以啊，我们株式会社的任务非常艰巨。石光先生，贺老先生求见。贺老先生，请他进来。是。这老爷子一大早找上门来，也不知道有什么事。那我们就静观其变。贺老先生，一大早到我这儿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石光，我儿媳妇秀说，你妹妹把我们家玉谱的下册给骗走了。这事儿你知道吗？贺老爷，那本玉谱本来就是我们的，只不过是当时被师奇给骗走了，现在无非是物归原主，还请贺老爷您多多理解。啊。石光，给你们日本天皇雕刻寿礼这件活儿，我不干了，还请你多多理解。贺老先生，你消消气，给天皇雕刻寿礼，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很多人想干都没有这个机会。我希望贺老先生还是不要推辞。老朽人老眼花，风刀多年，手脚也不利索了，你另请高明吧。贺老先生过枪了，在整个秀岩城，贺老先生的雕刻工艺无人能及，所以我希望贺老先生还是好好考虑一下。贺国勇，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大日本皇军做的决定你们必须服从，如果你敢违抗军令，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我都活了一把年纪了，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你以为我不敢吗？梅子，怎么能这样跟贺老先生讲话？贺老先生，刚才小妹无礼了，时光向你道歉。贺老先生，不过我刚才说的话
我希望你应该还考虑一下，要不等我们冷静一下再谈这件事情。我现在非常的冷静，要想干也可以。我有个条件，请讲。必须把玉璞拿出来。为什么？要想雕刻九龙转日，必须按照玉璞上的技术指导才能完成。你这是故意刁难。哥，绝对不行。如果没有玉璞，九龙转日无法完成。我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能耐。你。那好吧，我提的条件，你可以好好的考虑考虑。行，我们就干；不行，那你就另请高明。老家伙。哥，实在不行，给他点颜色看看，先把他抓起来再说。哎呀，妹子啊，坐。抓他很容易，可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给天皇陛下雕刻的生日礼物，这可是满铁株式会社交给我们的任务。半碗耽搁不到，那也不能让他拿玉璞来威胁我们。我就不信，把枪顶在他脑袋上，看他干不干。他要是不干，哥，我记得他家有个伙计叫石来。石来，我给你看样东西。这是修源地区这几年玉石玉雕的调查报告，在整个修源最大的雕刻大师还是贺国勇，那个石来只不过是贺家当年收留的一个伙计。那要怎么样，青出于蓝胜于蓝。再说了，那个贺国勇他也太不把我们大日本帝国放在眼里了。妹子呀，你对这个贺国勇还是不太了解呀。他的祖上可是专门给宫廷雕刻玉器的工匠，在整个秀岩的玉雕界都要给他留几分面子。哼，那他有点太不识相了。哥，我们一定要给他施加压力。生日礼物必须由他来做，他要是不干，我们就把他家里人抓起来，看他干不干。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能把玉器雕刻好吗？妹子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玉璞交给他。哥哥，我们只是暂时放在他那里，借给他看看。只要防护措施做好，我不信这个玉璞能自己长翅膀飞了。那万一要是出了什么意外？你放心，我会交代吉野进，让他派士兵日夜守护玉璞。等玉器雕刻完毕，我们就把玉璞拿回来。吉野进。起来，徐文，坐，坐。正式一下。好，二位，我这次来，就是想商量一下我们联合的事儿，共同起来打鬼子。这是好事儿。上次您走了以后啊，我们商量了商量。可是，邓司令，兄弟有一事不明。讲。我们合并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哼，要说好处，只有一条，咱们可以形成一个拳头，打起鬼子更有劲儿。可是我们拉起这个队伍也不容易，就这么便宜你了，啊？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可你们打着土匪的旗号，靠打家劫舍这么混日子，是个长远之计吗？我们这次来找你们联合，不是勉强，是需要你们自愿。眼下打鬼子是全中国一等一的大事，其余的咱们都可以忽略不计。停！不参加义勇军，我们照样打鬼子。二当家的，这件事情我是跟八匹虎商量过的。我怎么不知道？别忘了，我是青莲山的元老。二位，二位，我们邓司令到这儿只是路过而已，顺便来看看大家。至于联不联合的无所谓，千万可别因为这件事儿伤了弟兄们的和气啊。是啊，二当家的，你们的心情我都理解。志奇啊，咱们可以慢慢来。我就希望咱们的合作有个好的结果。大家伙们，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回来了。石奇，哟，你回来的太是时候了。我给您介绍一下，八匹虎，我们大当家的邓铁梅邓司令。八匹虎，哈哈，久闻大名啊！我听说八只老虎也不是你老弟一个人的个儿。邓司令，我这次特意赶到山上来，就是为了见你一面。你可是咱们抗日的一面大旗呀！我青梁山的这些弟兄们，现在只有参加你们义勇军，那才是正道。所以，我同意收编。二叔。啊，来坐，来，老弟啊，我知道你们这儿也有不同的意见，可是有些事儿咱们可以慢慢来。啊，不能慢，形势不等人。我青梁山的这帮弟兄们现在除了参加你们勇军，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现在我和怀奇正在自卫团组织策反，还有就是这小日本的在给天皇雕刻什么生日。这个事儿我插一句啊，咱们不能让日本鬼子的阴谋就这么得逞了。咱们中国的宝贝不能留到日本人手里去。嗯，对了，还有就是关大脑袋这个狗杂碎，作恶多端，祸害中国人，必须得把他除掉。青梁山在八匹虎和十七老弟的带领下，给小鬼子造成了不少的麻烦，尤其是杀了那个株式会社那个渡边，哎，渡边副会长，那是大涨了咱中国人的志气。我看呐，到黄了，咱们找个适当的机会，把两股队伍拧在一起。如果可能，你们就是忠义义勇军第三团。邓司令，你也见了，叛军的事儿，你打算怎么样？这是好事啊，我早盼着这一天呢。可是二当家的好像有点不愿意啊。二叔那边我再找他谈谈，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关大脑袋。我琢磨着必要的时候把他除了。不行，现在关大脑袋很警觉，我听说他现在半夜里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我们可以引蛇出洞。嗯，我再考虑考虑。贺唐富呢？
没人替你看着。马大伙儿，马大伙儿，看来你对我是意见不小啊。何止是意见啊，马大伙儿，这里边一定有误会，我得好好跟你解释解释。我知道，葛老太太是你的干娘，你就是借我八个胆儿，我也不可能把她给逼死，是不是？可她人已经死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是啊，马大夫，你说，这日本人要找玉石，我得跟着去啊。是石来向时光报告说，葛老太太家有一块上等的美玉，就逼我押着葛老太太去捞玉。可是你说这葛老太太也真是，舍命不舍财，她就是宁愿死，她也不愿意说出藏玉在什么地方。哎，你说，其实我也是受害者啊！时光骂我，你们也骂，弄得我两头都不落好。谁两头都不落好啊？哎，放心，正好咱们自卫团三个头头都在。我刚从吉野和时光那儿回来，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配合关东军剿匪，还有呢，要如实的完成给日本天皇雕刻的生日礼物。我可听说啊，有人到咱们自卫团策反，还要把自卫团的队伍拉到山上去投靠什么邓铁梅。有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也许你们真不知道，也许知道了不说。团座，您可别诬陷好人。没事，到时候该知道的自然就知道了啊。何老先生，你说给天皇雕刻生日礼物需要玉璞来参考，今天我把它给你带来了，你也知道它的贵重，希望你能早日完成大作。你的要求我答应了，现在我也给你提个要求，给天皇雕刻生日礼物就拜托你了，雕得好我们是朋友，雕不好想必你也知道结果。